好游戏不寂寞，大家好，我是阿庆，今天就来介绍一款由日本游戏厂商孤米推出，支援实时二对二战斗的手机新作 Dust Order。Dust Order 是一款提供线上二对二战斗乐趣的高速对战游戏。世界关键修及开场动画由知名导演水岛精二监督，而主题曲是甲田雅人负责。此作将动用知名制作人以及豪华声优阵容为自设的原创作品。当时针对封测的改善，主要是针对爽感操作、游戏平衡以及角色来进行调整。其中封测用户对游戏的评价有高达 83.4% 的有趣评价，认为游戏战斗有紧张感、角色可爱以及简单易上手。游戏定位与人气虚拟 YouTuber 半爱 Kizuna AI 推出合作动画，有关之合作动画将会在 Dust Order 官方频道公开。至于半爱会不会加入战线呢？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好的，今天的游戏也接近尾声了，待会还会有精彩的游戏开场动画。想看更多游戏介绍，记得订阅我。我是阿庆，我们下次见，拜拜。ここで我らの運命に決着をつけよう。我が唯一の主君に次ぐ真の救済と安寧はあなたの道には存在しない。いい顔だ。新しいデータをダウンロードしています。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